台北市员应小薇刻意袂予镜头翕到伊的身影。二九的暗暝11:20，台生被羁押，精神进程阁讲甲遐尼啊大声，啊，胆煞变甲安尼。主席，身体还好吗？说的是维京集团的沈庆金，伊阁用衫甲手铐盖掉咧，甲过去老神在在模样比起来，实在是真狼狈。另外，应小薇助理吴顺民同款伫咧半暝被收押，针对金华城用积率的弊案，检验怀疑沈庆金就是找应小薇来施加压力。觉得尽量就是帮忙，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经验。外团应小薇捌伫会议要求恢复560%用积率，嘛请公务员为什么不反对，逼对方袂当无让步，前后加三官员施加压力。就在2022年12月7日，金华城真正得到目的，应小薇共一月收到4500万的钱，这个钱却变作证据。这个月27日，应小薇暗算为台中提台胞证去到香港，当场被抓到，伊讲是要替97岁老母买药啊。检验是怀疑伊早一步知影警察有动作，所以恐惊伊逃亡，唔才个收押。但是应小薇好人缓刑，但只想要羁押2个月。只能向检察官说。日前检验去搜查沈庆金的住所，意外伫道生推发现着伊，比对着资料发现，伊有交付应小薇一笔4740万的款项，讲是要恢复协会做慈善捐款，但是因为收款的时间甲定情的时间相符合，认定这毋是捐款，加上二伯搜查的这天，伊暗算为安全门来逃走。唔只予法官认为伊有逃走的嫌疑，加以收押。另外，应小薇助理吴顺民同时也是维京集团子公司的顾问，被认定是出席甲公务员施加压力的会议，被认为是串谋，所以就同款被法官裁定收押。沈庆金无想到家己会被收押，一度无炸着油啊，特别请律师甲送油啊。过去是受刑人告非书的这个应小薇，如今说因为这个建校台被收押，但这声真正歹看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更多精彩的新闻，请下载 App 来看民视新闻网。